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些这个真的用就是 Patsy 跟平行计算的一些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 term 叫 collectivity 这个项。那如果大家有用过 MPI 有一个 communicators，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工作是有多少人投入这样子。那基本上有这两个极端，就是一个就是个人，就是 self，那另外一个就是 world，就是全部的人。所以有一个工作，你可以叫全部人一起来解决，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完成，就 self。那当然，介于这两个之间，还有叫做就是 subgroup 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这样子。所以，可是基本上就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world，就是 Patsy come world。那如果是 MPI 就是 MPI come world，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是所有人都要去投入的。那还有叫 self，就是只有自己做这件事情。哦，那给大家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叫 collective，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 involve 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算那个一个向量的 norm，那你的做法就是先平方，把每个 component 做平方，那在每一个核心就算它那个部分，得到一个值之后，再想办法传到某一个 process 做加总。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vert gets local size，那大家在 Patsy 它做 naming 都有它的一套的系统，它一个叫 local 跟 global。所谓 global 就是说就是一个向量，譬如说一个10×1的这个向量。那如果你区分成两个部分，那每一个部分就是有5个元素，那它的 local size 就是，所以一个向量有在平行计算会有两个大小，一个大小是全部的大小，另外一个就是它在那个核心所占有的大小。那通常就是你在 local 的 size 加总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global 的 size，这样子。那大家写程式最常开始就是写一个 Hello World，所以如果你开始写这个 Patsy 的程式，你可以看看这个最基本的 Patsy 程式的架构是怎么样。那我们都是以 C 语言为介绍。那当然，如果你会 Fortran，你可以它有 Fortran 的版本，你可以参考。那组程式只有事实上只有4行。那这两个，这个 patch initialize 跟 patch finalize 这两个东西都是一定都要有的。那这边有一个 patch print，这 patch come world hello world，所以如果你有4个核心，你就会 print 四个 hello world 4次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 patch 的程式。所以有一个 initialize 跟一个 finalize，那这是中间的过程，就是你希望 Patsy 帮你做的事情。那这边有一个叫做 Fraser Hello World，那这东西跟刚才的有点不太一样，除了这个 initialize 跟 finalize，它中间又加了3行，有一个叫 Patsy come rank，那这个 rank 呢是一个 integer。就它的形态是一个整数。那这个东西大家不知道在 NPI 有用过吗？就是如果你有10个核心，你会给它一个号码，这样子，譬如说0到9这样子。如果有10个，所以每一个人拿到这个 rank 的这个值是不一样的。那这边会有一个 patch synchronize print。那它除了会并这个 Hello World from 第几个 rank，它所以它会告诉你是第几个核心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用这个 passive synchronize print， 它会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子照顺序去进行，那直到大家都印完之后呢，它才会进到下一步。所以这 passive synchronize flash 意思就是说，有点像这个 flag， 就是你拿到这个 flag 之后，你才可以进到下一步。那这个东西如果大家，大概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这 C 语言的东西，那所以都是这样用。像 Pacing 这些的话是，可能有的是有一些 error message 或什么会放在那里面，可是我们通常就没有，没有。这个是它一个非常简单的。对，就是你所有程式都是这样子。就是如果第一行你的比较 initialize 的话，对。对，啊，这些是等于说是，就是大概是有点说自私的。对，就自私，就是所有的你就不用动它。对，这个 finalize 也不动它，就是结束了。对。第一行 initialize 跟 finalize 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私的，对，就是、不管你接什么样的。有点像 latex template 就对。不管接什么样的，就这两个就是这样一个格式。对，对。那个，我就是马上查一下，刚黄老师问，就说，其实你说只要在 Google 打 Pasty Initialize， 它第一个就是那个它的这个网页，它做得很好。那它四个，就是我是现学的，啊，就是丰南，你如果，对，你就 Google 就，对，你就 Google。Google 第一个，你就打 Pasty Initialize。好，啊，第一个就是他们那个 National Lab 啊，你看它就有它的使用法，那它就讲这四个，那这个 Oxy 就是 Count of Number Command Line， 你有几个 Command Line Argument，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有几个 Command Line。对，这个就是，所以顺便提到一下，就是这个 Pasty 它有提供两个使用手册，一个是 PDF 的，一个是 PDF 的，就是有点像书啊，你就是这个，那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根据不同的物件，它有提供。不同的那个种类的那个使用说明。那刚才那个 Pasty 的那个 initialize， 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你现在对所有某一个指令你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去搜寻，那你就可以，它这边有说明说这个指令是做什么。那 Pasty 它的做法就是它会加一个，它每一个字一开始都会有一个那个 initial， 那它有一些说明，那它有一些这个使用的就是哪些是 input， 哪些是 output， 它就都有说明，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可以了解说怎么使用。那如果你真的看不太懂它在说什么，那他这边还有一些实例，你可以就是去执行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你想要看原始程式，那他这边你就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原始码。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规划是非常的，就是很清楚。所以这边有实例，那这边有就是原始码。那这边有，那这边会有一些什么 runtime option， 这个我们待会会讲。那还有这边就是有一些 input 的形态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那它 output 是什么，这边都有。OK。
OK。有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资料的物件，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一个是 vector， 一个是 matrices。那 vectors 呢，通常就是你可以放 solution， 或者是如果是线性方程，就是 ax 等于 b 那个 right hand side。那 matrix 呢，就是矩阵 A， 或者是如果是解非线性方程，可能有些像是线性的部分。那这个 tutorial 它有分三个层次，一个是 beginner， 一个是 intermediate 就中级的，跟 advanced， 就是你如果你只是想要知道初步怎么使用，那你就只要看这个 beginner 的一些东西。那如果你想要进阶，看这个解是怎么样，还有去调整说有哪些参数可以去调，那就是 intermediate。 啊，如果你是要更进阶，是要客制化，那就是 advanced 的范畴。所以它的都有一些层次。好，那 patch 的这个向量是怎么去做的呢？那基本上它就是有存这个解，或者是 right hand side 的 vectors， 就右边的向量。那它是 each process locally on the sub vectors continuously number the global index， 所以这是一个 global 的 vectors。啊，假设你有五个 core processors， 那每一个 process， 譬如说你原本的 global size 是20的话，那除以5的话，那每一个大概就分四个元素，所以有4444444，所以不会有一个 processor 会拥有所有的资料。所以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 sub vectors， 这是 Patchy 基本的一个平行的向量是这样做的。OK， 所以就是有 locally on 这个 sub vectors。那怎么去建构这个向量呢？基本上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叫做 vector create， 就是你要 create 这个物件，可是你还没有去指定说这个物件是怎么样的物件。然后你会去设这个 vector 的 log 这个 size， 这边有两个 size， 一个是这个大 M 是 global size， 这个小 m 是 local size。那你不能这两个同时设。就是你要嘛设 local size， 要嘛设 global size。如果设 local size， 比如说你这边是 5， 那因为我们是虽然这个变数是就是 5， 所以是每一个人就是他的 sub vector 的 size 就是 5， 那 Patchy 会帮你算这个 global size， 那就是25。那或者你就指定说 global size 是25，那 Patchy 会帮你去分。那你可能会问说，如果你是24要分成5，可能摆不平，那这时候他会大概大略的会让大家都分到差不多，会差一点，可是这是没办法，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是不是要先指定说你要用几个 process？ 对，在你执行程式的时候，你会指定说你要多少核心。啊，这个所以那个会已经固定了，所以这个 sub vectors 通常是你决定核心数的个数之后才决定的。那这个两个不能同时设，因为他会担心你说你这两个如果设冲突的话，就不行，所以他干脆就只让你允许你说你要嘛设 local size 或者 global size。那设完这个大小之后，你要设这个资料的形态，这个 vector sequential 或者 vector MPI 或者 vector shared，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向量是，你就照，譬如说有五个核心，你就照五个一样的这个循序的向量，就是如果你是这个 vector sequential 的话。对对，他就复制五个，他这两个这几个向量是基本上虽然是同一个名字，可是基本上他不会做资料的跟交换。
那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 vector MPI， 就所以你的平行向量大概就长得像这样子。好，所以你第一步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建这个向量，那这个就是主要建这个向量的步骤。你先要宣告这个 x 是一个向量的物件，那 n 是这个 global size， 这边是一个 global 的 size， 那这个 initialize 跟这边没有印到 finalize， 那主要有这个几个步骤。那它 Apache 可以允许你在 runtime option， 就是你在那个 script 里面，你可以指定说你这个向量要多大。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你不需要使用者再去动到你的原始程式。它希望你所有在做参数的研究或者是问题大小设定都是在 runtime option 去做，那使用者就不用一直去进入到这个原始程式在 recompiler。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 Apache option get integers， 所以这边有一个 minus n， 所以你在你的那个 script 里面会写一个 minus n， 比如说10，那这边就是一个 global size， 在 Apache 这边就会读这个 global size 是10，那 local size 就是 Apache 去做决定，就跟你的这核心数有关。所以通常我们会做的做法就会给这个 global size。啊 ，local size 就是让 Apache 去决定，然后它会指定这个形态。还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vec set from options， 就所有你想要对这个 x 去做的参数的改变，都要从透过这个程式去读取。譬如说你这边有其他的参数在你的 script 里面，你一定要加这个这一行之后 ，Apache 才会读你所设定的参数。Okay. 所以通常设定参数有两种做法，一个就是在 runtime options， 就是你的那个执行程式的时候会写一个脚本在那边设定，或者你可以写在程式里面。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在脚本里面写，那我们会建议是在脚本里写，因为如果你这是在原始程式码写的话，那你要改变参数，你就要重新 recompile。那这个顺序是有关的。如果你是在这个 vector set from option 之前做设定的话，它会盖掉，就是你从这个 runtime option 所读到的参数的设定，在这一行就会把你之前所有设的参数会盖掉。所以你要留意到，如果你希望你保持某一个参数，那你这个东西就要在这个 vector set from option 之后去设定。就如果你是希望你这个东西是永远都不要变，不管你外面是读什么参数，那你就要放在这个后面。不然你待会会给我们看一些例子。对，好，那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怎么去，因为现在你的向量是变成一个物件的，所以它不是像之前我们设的像一个阵列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以前去做的。譬如说你要设这个某一个向量的值，我们就会写一个回圈 ，i 从零，当 i 小于 n，i 加加，那我们设这个 vi 会等于 i， 那我们就设这个向量是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到然后到 n 减一，这是我们以前的做法。那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把这个向量变成一个阵列了，那我们就要另外一个做法。这我们传统的做法，对不对？就是你写 C 语言或 MATLAB 程式，你要设值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子设。那 Apache 是怎么做呢？它变成两段式。那这边给你一个观念，就是这个 distributed memory model 是什么意思？就是这边譬如说有核心零跟 process one， 那这边有一个
阵列啊，第十个元素，这边也有一个阵列第十个元素。可是这两个东西虽然的名字是一样，可是它可以存的值在这两个变数可以不一样的值，比如说这可以存三，可以存五，那这边可以存二、存八，可以一样或不一样。虽然它代表的变数的名字都是一样，可是它所存的值可以不一样，所以这边写说 ，this A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is one。所以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啊，这边有一个东西，啊，在每一个 process 虽然它看的程式好像是类似的，可是它所存的值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也就是说，大家都接受同样的指令，可是大家存的资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平行计算的一个概念。可不可以考各位一下，这个叫什么？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个 panel 里面有提到这个概念，还记得这叫什么？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对，所以 PASI 也是根据这个概念去写的，就是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OK， 好，那你怎么去设这个值呢？它就变成两段式的。第一，那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 each process 要告诉 PASI 哪些值是要放到这个向量某一个位置，或者是用加的，所以有两个动作，一个是 set， 还有一个 add。 set 就是有点像覆盖的 override， 那 add 呢就是原来的值再加上你现在要加的值。那先告诉你要设哪些值，那这个东西可以在同一个 process 做，或者不同的 process 做。那它还有加了这两个步骤，叫做 beg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process，还有一个是 complete communications。 所以当这个值已经告诉你要放到另外一个 process， PASI 会帮你搬这个值到另外一个 process， 这样子啊。如果这个值本来就要设在你这个核心，你就不动，那 PASI 会帮你去做这些资料的交换。像可能要看一个例子，有，譬如说，你现在要设一个向量，它的值都是等于一，或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假设你有两个核心的话，就是两个 processor， 你怎么做？大家都知道那个。IO 没办法平行化，所以你有的做法就是叫这个核心零，这个核心零去把所有的值先读进来，然后再分配给所有的 process， 不同的 process。 这是一个，这是一种做法，某一个 process 去 generate 这个 return 的值，然后再由这个再去分配。 PASI 靠这个 PASI assembly begin 跟 PASI assembly end， 它会帮你分配到对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已经帮你省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有十个元素，前五个你本来要留到核心零，后五个要留下核心一，那后五个它 PASI 会帮你搬，从核心零搬到核心一。搬几个的话是在前面你有一个那个设定，说你每一个这个 local 要多少个，多少个值，它依据你的这个设定，对，自己会去搬，大家就去搬，对。像这个就是 vector gate size， 这个是 global size， 是如果你看到 gate size 这个 xn 呢，这个就是一个 global size。
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 n 的值是一样的。Gog size 是指就是给人看的这个向量大小，这个大家都一样。譬如说这 global size 是10，所以你的 n 就是10，他的 n 也是10，大家都10。好，所以那我们就模拟我们自己是平行电脑，我们看看这 PassiveCom rank， 那就看你的核心数是多少。譬如说4的话就是0123，所以每一个人拿到 rank 是不一样的。好，那当进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大家就要看你自己手上的 rank 是多少。如果你的 rank 拿到的号码是123的人，他就会在这边等。他因为他不会满足这个，所以他就会在这边等，他不会继续下去。因为如果他会自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的话，那就不同步了。那问题会出问题，所以他会在这边。这边会有一个 barrier， 如果你是用 NBI 那个，这边会有一个在边会等，所以大家都在等，只有 rank 0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从 i 从0到 n 如果是10的话，它就是0 1 2 3 4 9，那它会 vec set values， 那这边有很多参数，这就是原来的向量 x， 那这个就是你要放的元素的个数是一个。那这个呢，就是放的位置，这个是 global 的 index， 那现在的 index 也会有 global 跟 local， 就是可能还要，这个需要擦掉吗？好，是哇，这么。所以我现在用只有两个核心来看，所以这个 x 等于10，这个是 global size， 那你还会有分 local size， 所以说 P1 0跟 P1 1，那这个 local size n 呢，第一个核心它就是5，那第二个核心它也是5，那还有一个 index， 这边是如果是 global index， 就是给所谓 global 就是给我们人看的，就是1到5 6 7 8 9 10，这是 global index 是给人看的，还有一个 local index，这是 local， 1 2 3 4 5，所以这是 local index， 这个是给电脑看的。那通常会有一个 mapping， 就是如果你有时候会非线性方程的时候，这个 local 跟 global 的 mapping， Patsy 会帮你建好。那如果你是解线性方程，你就不用管这个，比较不用管这个 mapping 了。所以大家最好有一个 local size 跟 global size， 还有一个是 local 的 index 跟 global 的。所以有两个的区分，就是你大概要有对它有了解，一个是 global size， 所谓 global 就是给我们人看的，那这个 local 呢就是给电脑看的，那通常会有一个 mapping， 就是这个 local 跟 global 怎么去对应，会有一个见解，这样子。OK， 好。啊，再回来。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你一次要放多少元素，那这个是元素的位置 index， 啊，这是元素的值，那它的动作是 insert， 所以会把原来的那个向量的那个位置的值会盖掉，这样的。那这个 index 是 global index， 因为你是用这个 vector set values， 所以这个东西是global index。那 Patsy 它会照你的分配去分配 x 跟在第二个核心的值，它会靠这个 assembly begin 跟 end 会帮你完成，所以这需要一个资料的交换。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就是你叫某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然后 Patsy 会帮你把这些值分配到正确的位置。好，那另外一个方法是叫 parallel 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有点问题，就是说你的工作量是分配不平均的，只有第零个核心做这些事情，那其他人都在那边等。所以另外一个做法叫做平行的方式去设这个分散式的向量，那可是你就需要这个 vector get ownership range。那这边有一个 x 跟 low 跟 high， 这是看你这个这个是一个 index， 就是起始跟结束。譬如说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有怎么？就是这边这个 low 跟 high 这两个，这个 x 得到一个 low 跟 high， 这个每一个核心得到的值是不一样。这就是 local 的 index。这不 global index。哦 ，sorry，OK。所以这边就是，如果刚才那个例子，你是从零开始，这边就是零，这边就是五，啊，另外一个就是六，五或者是九。0到4或是5到9或是1到5 6到10，就看你是 C 语言或者是 Fortran， Fortran 就从1开始，所以他会给你一个起始跟终点，所以每一个人拿到的不一样，虽然叫做 low high， 可是你拿两个核心拿到的值不一样。然后你还是一次放一个，那这边这边是不是应该要 V 啊？我这边可能有 typo， 这应该是要放那个值才对。那可是这边呢就是会各放各的，就是原本的1到5会在第一个核心就会设定，那其他的部分就另外一个核心去设定，所以自己就设它那一部分，这样子。就之前你比较这两个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之前就是全部的人都设好值之后 ，Patsy 会帮你分配。那这边就已经帮你分配好，因为他就做那他各取所需啊，就是。第一个核心他就要他那一部分，那第二个核心就拿他的那一部分，基本上就各取所需。所以那个 vec get ownership range， 他自己每一个 process 都执行这个时候，他可以自己算出来自己的 log 跟 high。对，就是 global index， 就是起始跟终止那个 index。所以等于是开始他帮你分好之后，那你每个 rank。就会抓到该属于自己的 low 跟 high， 对，这样有可能不见得每个 low 跟 high 的大小，对，也会不可能，对，也不一样。整除的时候可能就对对，
所以这个是 Global Index 的起始跟终点。Global Index。对对。啊，如果是 Local Index， 那这大家都是一样，那就不太对。啊，如果你看这个 Set， 你也可以知道，它不是 Set Local Values， 它是 Set 的 Values， 就是指说它这个 Index 都要是 Global Index。这样。所以那个 V 啊，就是这边应该第二个呢。对，应该是 V 啊。V。那它在哪里？就是要自己写，是不是？就是说，等于 user 要自己给这个所谓。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 array， 或者是某一个 comp， 如果是只有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值而已啊。啊，如果这个 values 不是一的话，是其他大于一的数，那你可以放一个设一个 array 进去。所以那个123的一。X 之后那个 E 那个的长度要跟那个 V 的长度是一样的，小于等于那个长度了。哦，小于等于，所以如果是你是说这个数字要小于等于吗？对，就小于你分配的 local size 的大小。你可以一次都放，或者是你一次放一个。所以比如说以你这个例子，如果这边写我以这例子当然就是一次等于写一个。那你那个 V 就是要长度只有一，我的意思是说你那个 M， 对，你这边还要改，如果你是要一次放两个，你这边还是你就要用step 或什么，对，所以你要一二三的 E 跟 M 的 V 它的长度要一样，对对，好，这是两种做法，那当然这种做法会比较好了，因为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的计算量跟你的资料的交换的成本，计算量现在已经是非常小了，跟你这个资料交换来比起来，所以你会希望避免这个资料的交换。那这边有列了很多基本的你这个线性代数的一些运算，那它都帮你写好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你这个资料怎么去做交换？比如说你要算 norm， 如果你有经验写这个 MBI， 用 MBI 去算一个向量的 norm， 有时候也不是那么 trivial， 你要做 communications， 而 Pacy 都帮你写好了，所以你如果你真的需要做一些某一些基本的运算的话，你就直接就可以用了。所以这个东西跟你可以跟那个 Blast 或 LaPack 去比较一下，它这个就比较贴近我们数学上的这个物件，就是直接就是向量或者矩阵这样。对啊，所以它都你能想到的，它应该都有了。那这是一个 examples， 你可以看。对，那大家如果想要自己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你去这个，我还没有介绍这个 Pacy 这个网页，我觉得写的还很不错。那它包含各式各样东西。那一个就是这个最常看的就是这个 Menu Page。那有这个 PDF 档案，这就像书啦，如果你想要比较晚上睡不着，或者你在看就比较详细一点。那各个主题也有不同的那个目录，譬如说我们有兴趣就是这个 KSP， 那这边有一个 examples，那他这边就详列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我们待会介绍几个例子，那这边都有一些例子，你可以从这些范例去做修改，譬如说我们待会会看到的是这个解一个 linear system in parallel， 那基本上这就是那个 Poisson equation 用 five point stencil 得到的，那还有一个就是 EX多少 ？EX 23，就这个 soft a tri diagonal
linear system， 这个你一猜也大概知道，就是你那个一维的 Poisson equation， 和你用 three point stencil 去 design， 你就会得到对角线是2 ，off diagonal 是负一，所以这个23是一维的，那11是二维的 Poisson， 所以那它这边有各式各样的例子，你可以去参考。那这就是一个 complete 的一个 patchy， 就比较 make any sense 的。那你这边要 include library， 譬如说你用到这个 vectors 的话，你就要用 vector。那如果你有用到这个 linear solver 的话，你就只要 include linear solver 就可以。那这边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在说什么，就是你宣告一个向量是 x。那它的 default 的大小 global size 是20。所以你这个 back 是 Pacey 自己定义的。对的物件，对。那这个 global size 你如果你没设的时候，它就 default 是20。那它这边有一个 IERR， 实际上你这个前面都可以写 IERR 什么，那它会把这个错误讯息会告诉你，所以你就知道大概是哪一行会有。那这个 patchy scalar 1等于 1， 还有一个 dot，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这个 floating point。 那这 initialize 跟 finalize， 那我们看，那刚才我们看到你这个负 n 就是设这个 global size， 那它会 create 一个向量叫做 x， 那它会设这个 global size 是 n， 那你所有 runtime option 就是在这边读进来。那如果你想设这个向量全部都是一的话，你就是写 x 这个 one， 所以你的值都是一。那你在做 inner product， 所以就是一乘一加一乘一加一乘一，然后这个算出来是什么？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向量的长度啊，有多对。对，就是长度。所以这是 vector length， 那你可以把这个印出来，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这样。你可以会稍微修一下，比如说 back set from options 这个的作用吗？这个就是。Configure the vector from option database， 那它就会有一些，它这边没有，因为太长了，它这边没有列。那如果你想要说这个到底有什么选项可以在你这个 runtime option 可以设的话，你可以在执行的时候你会加一个 minus help， 然后它就会列说这个。对这个向量有哪些选项可以设？也就是说，你这个向量你可以随时改变它的形态啊。如果是像矩阵的话，比较容易说，譬如说你有很多不同的存取的方式，有 compressed row format 或 diagonal format 或什么或 dense format， 那 patchy。以前的做法，你可能在都要一步一步去做改变。那 patchy 是在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它不指定你存取的形态，在 runtime option 的时候再决定。所以你在，所以你的程式跟你的存的形态是没关系的，这样子，所以更 flexible。Vector 有什么 option？ 就 vector， 这个我就没有太注意。OK， 好，那我们刚才设就是你一个值一个值设到那个矩阵里面，
那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去 working with the local vectors。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 array 这个东西去连接你这个向量跟这个 array 的关系。比如说你本来有一个物件叫做 x 或什么，那你要从这个 x 拿出一个 array。那 array 会存你这个向量的值，所以这个你可以想成是刚才那个推广，刚才是一个值一个值放，那你现在是从这个向量拿出一个 array， 啊，这个 array 会存这个向量的值，就是你从一个物件 vector 拿出一个 array， 啊，这个 array 里面有存你这个向量的值。然后如果你要改变这个向量的话，你就是改变这个 array 的值之后，你再下这个 vector store array， 那这个值在这个向量里面就会自然会做改变。所以有点两段式，它不是直接去存取这个向量的值，它会先从这个向量拿出这个 array， 然后如果你要做跟动或加减乘除的话，你就对这个 array 去做加减乘除，然后该跟动这个 array 的值之后，你再透过这个 vector store array 之后再去跟动这个向量的值。